马祖慈悲，大家好。有同修呢问到说，什么是灵指？啊，要怎么样灵指？娘祭，台语说娘祭，灵指，灵的是玉皇大帝的指，啊，还是王母娘娘啊，瑶族金母的那个玉指，啊，那是不同的。一个是来自玉皇大帝的，一个是什么？来自母娘的啊，这个啊，王母娘娘这一类的啊，那。这个各门各派讲的都是不同，所以顾问在这边分享是以马祖信仰，我们所接触的一般性的马祖信仰，顾问呢所领会的、所遭遇的啊的看法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。那我必须重申啊，各个法门都不同，佛教啦、道教，要道教有更多的法门门派，它的不同啊。所谓灵指呢，就是你要。开个庙，那神要办事，要办阳间的事还是办阴间的事，据说都要去领旨，要玉皇大帝同意啊，同意了班主给你，你才能办事。就如我们阳间一样，我们的社会一样，今天一个医生要来开诊所、开医院救人，你必须领执照。那开除了你个人的医生执照以外，你要开营业执照，你也要拿得到。办开公司要有营业执照啊，要政府合格，那你才是正式的。所以那一般领旨，在他们门派里面，你才是正式的，你是正够正当申请的，认定正当有合格的资格的，我才颁给你。啊，我们这样子一个认知。可是各门各派很多啊，道教有要考啊法师啊。要考试的、哦、他有这样才拿得到那个证照的啊啊！那你开庙，那到那个总庙去，道教的总庙才哎领个旨，那神同意给你，你才能挂那个旨，那意思你才能办事，就好像拿证照一样。个人要个人的资格，医生的资格，因为你一个庙也要拿到营业执照，那这是无形的，然后给你一个旨，那这个旨来自于道教所谓玉皇大帝的。我们叫玉，金玉满堂的玉，啊，一个是玉字旁，玉那是母的啊，我来自于啊瑶族金母呢，啊，是护的一个玉字，那是啊又有不同，因为来各个信仰不同，所以谈到这个，当然每个信仰法门都有不同的见解。那在顾内所了解的就是你要去拿证照，啊，才要认定你是正统。那包括半数的人，才真正有信心，我是正统的，我是合格的。啊，那另外让顾问的经验，有些人呢天生下来，他本身就带着天子啊天命天子，他身上呢就可以看出来，他本身就有意志之道，啊啊，比如说身上呢手上的所掌纹有一个令旗，他是带令旗来的，啊，那带令旗他来办事以后，无形中那神明会安排，啊，你要到哪里去领执照领旨，啊，让顾问。啊，在处理事情也 有那个代言人神灵代言人说，哎，你要去领旨啊，那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领旨，那神明那自然就有安排啊，到哪一个地方去，你去的时候自然就有一个形式的啊，一个符令给你啊，你什么东西，那你宝贝确定三杯是要给你的啊，你就是领这个旨。那像我们的马祖信仰都是宝贝图枪，所以我们也没有说啊，到哪庙去考试啊，做什么？我们就马祖呢，得感应你到了，你要做些什么事情，你要领什么旨，都是无形的啊。比如说我到某种庙里面去，那个神哎代言人下来就给我一支笔，叫文笔啊，文昌笔。他说你要替马祖写诗的，要先养的哦。那这个送了一个，把那个树枝那个花。花瓶里面的那个花朵拿起来，把它在树枝当做文昌笔给我，啊，那就给你是给你，那是象征性的，完全是象征，就鼓励你，而且肯定你，让你有信心，啊，这个纸都是无形的，啊，不会说哎，你写了个纸，写那么纸，不是，这些纸都是无形的，让你有信心，你是正派的，是合格的，是神明认同的。那各门各派不同，有人真的是。啊，好像一个协会，你要开始考试考过了，他认定你是什么资格。有些人不是的，他很自然就马祖来了，或者哪个神明来了，三杯这个主就给你啊。
那这些很复杂，所以我们常讲道教啦，啊，这个我们这个法门，很多的法门相当的复杂，每个的规定程序都不同，争论也很大。可是后来我们都很多元化，只要你是在劝善的、行善的，在帮助这个社会，我们都也不会太追究。所以我每次看一个庙，它有个义子，可是呢，就像我们去大庙，不见得有看到那个子啊。因为这个省的格已经相当的高了，到了什么麻咒啦、佛咒啦、德咒啊，他做那么高了，他当然就没有那个什么职啊，啊、哦，那而且有些还是有这个职，就是他代表有一个传统啊，有一个顺道道统，他要申请的啊，正派合格的。那争论太多，我们在这里也不需要争论，每个的因缘呢不同。那故人把这个灵子。把这什么叫这个灵子，那必须被认同。那你认同你神明，你认为他很崇高，你也相信他啊，你要做某件事情，希望得到他的肯定，他的首肯，他的协助。那你说啊，你能不能让灵什么样子让我执行某种的事情啊？就像现在啊，做会计师要考会计师证照，要两个那个会计师证照。那你要做警察，你要到警察去，要到警校去上课啊，啊受训啊，合格了、啊，你才有警察的资格。律师也有律师的执照，每种功能都需要有一个认证、验证，所以有那这个纸，说 OK 你过了。那就我就对领纸就是领证照，来肯定自己是合格的，也让别人来肯定你是合格的。可是，在宗教里面。它不像我们阳间有政府可以做认定，有方法程序，门派很多，那各门各派的方法都不同。那以我们的妈祖这一派，我们都是直接宝贝文昌，给自己信心，给信心。那如果你真的得到所肯了，而且你也从事了啊顺利的一步要走，妈祖在这旁边帮助你去度化众人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妈祖，啊。只要你的心像马祖一样，这样啊，马祖就是颁的旨意给你的，你就是马祖，啊，最主要修我们这个心，跟这个神一样，那我们来学他，啊，诚心的学他，啊，我们不起妄心，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一颗天心，跟着马祖，你就是你的马祖的旨意了，你就是马祖，你做的事都是马祖的行为，可以做你的榜样。啊，马祖会肯定你，你也可以去随时保个杯。马祖，我是不是领到你的旨了？做些什么事？我想很多的宗教不同，很多的程序规定有不同，我们都给予尊重，我们给予尊重，彼此的一个尊重。好，以上是顾问的分享，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马祖慈悲。